野球 TV Sky， 我是蝴蝶之星古红，大家好，我是全民狼哥建堂 ，A.K.A. 拎刀触冰的后加赛，耶、yeah. ！不是还有绿烈星？为什么要练球？对，为什么要练球？因为我们现在在狗急跳墙，也不能这么说啦。四天后就要测试了。对，对，因为我们现在都练一休四，就练一个月，对，练一休四个月。哦，对 对，差不多意思。好，我们要去准备测试乙组中华队。对，等一下，我有问题。什么？怎样？你有什么事？可以介绍一下台湾国际棒球交流发展协会吗？这是乙组中华队呢，就是国际棒球发展协会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测试。最主要是他会测试很多选手，因为他会有很多批到帛琉啊、济州岛啊、日本。去年还有去澳洲啊？对对对，澳洲。理事长说今年好像会更好玩，今年比去年报的还要多。你是说人数？人数。去年的时候阿 Ben 他们有去，我们球队也有几个去帛琉，又去了澳洲。澳洲嘛，澳洲那个是很突然的行程。Ben 哥这一次又报了，对不对 ？Ben 哥你怎样上瘾了，对不对？难得有机会出国比赛，这也是原梦对，然后我们都是什么老弱残，因为我们家族打不上去，不可能进职棒，年纪又大了，那个受的伤，对不对？脚伤、手伤，但是要圆梦。那你为什么不去公园下象棋、泡泡茶？那不是棒球啊，我能拿象棋丢蝴蝶球吗？不可能嘛。也可以啊，你试试看。Nice。你觉得要什么样的实力？什么样的实力？对，第一先拿着一个爱着棒球的心，反正他会分很多组嘛去测，那测完然后就挑人。我大概知道状况，基本上今年如果活动特别多的话，可能会分组去蛮多国家的。当然人数名额有限，一定还是会有被刷下来。对 啊，就尽能力去测试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就老弱残一组嘛。这样觉得这次比赛会有信心吗？会啊，我有信心啊。我怎么会没信心？有、哦，不会，因为我去过日本比赛，对，所以通常哦，我这个人就是越多人我就越嗨，没错，不会有压力。我是第一次啦，但是想说活到这把年纪哦，就是要拼一下。我们今年45嘛，没有啊，算是啊，青壮年，青壮年，青壮年，没有问题。反正是为了乙组中华队穿上那个 CT 的制服来动一动，来动一动。其实已经有动了，做一些准备。刚刚是开玩笑说哇，头一休四个月。边边又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问题了。你也要参加吗？我想说加油，加油、哦，加油！平常心嘛，练球嘛，练球就是这样啊。打乙组就是不要受伤。好了，然后打球开心就好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练球。好 ，OK， go。现在在排 Breaking 的演唱会啊，还是疯狂左旗的演唱会？刚刚你是谁啊？不是你的，是谁？是被贴纸啊。你今天来这边是？今天来这边 Breaking 的演唱会，看看老朋友，见一次少一次。啊、什么？然后面几号？178，他连我的号码都很了解我，我就78这样。这天注定是我的号码。内野手每一个传球的地方，一垒、二垒、一垒二，来，可以。好，野球 TV 士兵队的成员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叫阿爽。大家好，镜头跟大家好，我叫一成。大家好，我叫阿正。大家好，我是他们的堂哥。第一轮是守备嘛？对啊。来讲一下自己的心得。你说今天有点冷，这不是借口，来再来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烂，还蛮。阿爽打的难接啊。故意考验我？没有啦，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一下自己的实力，因为教练团都是 pro， 对，那我们就 让他们看一下，都还没打，完全都还没，那你们真的很有头疼。那刚刚陶哥你自己打怎么样？其实我刚
打得很快，教练喂得蛮久，所以我六颗一下就打，砰砰砰砰，就连发打完就结束。告诉你们一个小技巧，就是来就赶快打，拖到后面太累了就没有好球了。玉成第几次？应该创始第一次就来过了吧。他去年有来过，啊、去年有打过、啊，他们两个都有啊，不都出去过啦、啊？对啊，有啦，他有在澳洲啊，澳洲有没有第一志愿想去的地方？澳洲，在澳洲，澳洲，台湾了。他们都是没有钱。对啊，好奇怪。我这辈子还没离开过亚洲，要不要跟他募款一下？哦、oh, 对，可以，可以跟他们去澳洲。我们直接开募资平台。对，你们就一人看要汇个多少，对，那我们再提，好好的打，好好的表现，打得好的，我跟你讲，送球棒。哦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好、哦，怎么样？装上一下自己的球棒。对对对，球棒没有拿出来，没有人看到。对，好，结束。Over fly， 有 over fly， 还有什么棒子？全都不要了。Over fly， over fly， 对 对。墨西哥的牌子，大联盟韩职都有在用，中职也有。最有名的代言人是谁？Machado。那个，哎、欸，他这样定做要多久？一个月了，一个月哦，哎、欸，可以耶。好啦，我觉得这个球棒不错。这次的话是重头型的，然后这个颜色可以自己配，也可以刻字。那重头型它有分什么型号吗？就是 LAD 二八的，对，嗯，啊，重头吸握法，那直棒卖超，因为直棒喜欢重头型 ，Mike Trout MT 二七，大用在用，对，平衡一点，操控比较好。那 J12 呢 ？J12 之前是那个杨耀勋爱买的 J12 也是偏重。这个叫亚洲传统棒球，二七一的，这是经典，基本经典基本款。如果你们有喜欢这个球棒的话，也可以去脸书搜寻 Overfly， 对 Overfly， 搜寻搜寻中。哎，要记得来参加尾牙，好，对，尾牙当天就送球棒。好，好，待会加油了，我们不要太高调，对对，小声一点，好，以上 TV， 是。现在是电话球，我们来准备飞碟球吧。那你测球速是多少？最多好像98。终于打完了。哎呦，他完全融入，已经融入文化了。对啊，一定要融入的啊，对不对？那就代表 Ben 哥还不累啊。哦。哇，晚上怎么可能不累？你想看，今天早上我们从几点到？今天早上7点到。嗯。然后一直到现在是3点了。然后这中间的过程当中，其实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。嗯。最怕的就是什么？等。因为你也知道等啊，整个身体好不容易热开了，等了又冷掉了。因为这次的人数300多。是假的，300多。你们上次只有100，我们去年大概100多，多了一倍多嘛，多了一倍多的时间，然后再加上今年的打击测试是在球场，对，我们去年是因为有人开始在下毛毛雨，所以是在 cage 里面打击，对，那时间花费你也知道，就会很快很快，对对，那今年的话就是会等的时间会比较多，但是至少没有下雨，空间上我们这个整个空间就不会说哦都挤在那个室内，对，没错没错，那其实我觉得协会他们安排也很棒，就是都把整个球场都开。放、哦、让大家尽情的去热身、嗯。那你要在外面打踢的，对，或者要在外面 catch ball 的，其实都还有空间可以去做这样的动作。没错，因为最后还是仿是，因为去年Ben哥两场都有参加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澳洲跟柏流，刚好时间上面配合得到。哎呦，连二拉二，今年拉三了啦。希望啊，不要拉多久啊。但今年再来测试的原因是因为希望今年的成绩有赢过去年的自己。我觉得不管怎么样。哦都是跟自己做个比较啦，没错。说啊，一定要赢谁，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啊？我上了你没上，我干嘛？我觉得这个交流赛本来就是给大家一个很棒的机会，就是让大家可以出国去旅游之外，那也可以跟外国选手一起做交流，这个很重要，这是重点。你有没有发觉去回来以后，哎，这些朋友感情更好？哎，没错，我跟你讲，这有点像是什么？像是国小的毕业旅行的感觉，尤其是你知道，当一堆臭男生在一起的时候，哎，对我跟你讲，聊的不是棒球啦，真的很好笑。真的很好笑、啊，而且如果像我记得去柏流，因为佑伟去年有去嘛，对，哇，回来，哇塞，感觉好怀念了，对啊，然后出真的很漂亮，出海玩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出海玩，因为柏流那边的海域啊，漂亮，俗称说是上帝的水族箱，里面那个大断崖也好，或者是二战的时候留下的一些遗址，是真的很漂亮。如果喜欢潜水的人啊，连我们这种不喜欢玩水的人去过一次，就会觉得真的很漂亮。因为我看到影片，基本上是零污染啊，真的几乎是零污染，直接见底啊。对，然后尤其那个大断崖的时候，你看下去的时候，这边都是墙壁，然后另外一边是深不见底，你就觉得这个地球啊，真的奥妙一样。不一样，真的是差很多。对对对对，感觉这次去然后可以7小都带去。对，因为上一次去是第一次去嘛，我觉得第一次去，哎，大概知道柏流是长什么样子。如果今年还有机会再去的话，
应该就会带小可，然后跟小朋友们一起去玩。我就如果我有机会去，应该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觉得让小朋友出去外面，然后看看这个世界，对对对，顺便看一下，哎，来参加的选手成绩在哪里？对，我觉得刚刚会长有讲，今年的成绩会拉高，没错，对，会有大联盟的球员来带退役的，对对对，带一支美国球队来，对，因为像我们这一次去澳洲，然后打跟澳洲联队打的时候就很厉害了，因为他们那些人哇塞，外力男超多，真的很厉害。对你不要看他好像头发长长的，然后胡渣啊怎么样怎么样，哎，然后球距也很邋里邋遢这样，哎，每一个打击都是棒棒棒，打天分的啦，打天分的啦，真的啦，打天分的。刚刚我又听到一个，就是这次柏流会全木棒，太棒了，对，就是柏流会全木棒。对 ，Ben 哥有大概七八九十支前腿。钱德啊，结果带钱德去，带钱德去啊，打礼棒这样子。对啊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，因为柏流场地改了，好像因为这是什么独立场地嘛，然后再來就是他场地全部换人工草，所以用铝棒还有是刚刚会长讲。对，所以变成说打木棒很爽。你们上次去那铝棒打出来球都非常快、欸。有啊，我们上次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中华蓝队扛出去两支，蹲胜一支啊，对，蹲胜一支，蹲胜一支、蹲胜一支，然后跟另外一个我们队友一支。好了，这一次这样啦，我们参加柏流，哎、欸，不管多少球员 ，Ben 哥就赞助你钱德。哎、欸、耶！欸欸又不是我拼的，两张钱德是啥？都是钱啊，都是钱啊！陈冠希 club， 哎妈呀，哎妈！期待这一次就是看，哎，大家可以一起出去这样。对对对 对，那感觉真的不太一样。而且我让我觉得很热血的就是有中南部的朋友上来，刚刚有屏东的，今天还有东部的朋友一起过来，然后都是前一天晚上，然后先来台北这边之后，可能去找一个便宜的住宿，因为有些都还是学生嘛，找便宜的住宿、胶囊旅馆，然后今天一早就来三重这边参加测试会，热血，很感动啊，真的感。大家为的是什么？就是追一个中华队的梦，对，想要穿上这个衣服啊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构想，而且是年度盛会，变搞成像嘉年华。今天哇，大家都认识，都是认识的啊。对啊，因为我一开始看到，其实我们本来没有参加，后来我就看到小孔他在他的粉专上面留言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是否在该那个？”我就想说：“哎、欸，这老屁股还要打啊？”啊哈哈，我也来、啊。然后他就私讯我说：“我今年要报名。”我说：“我已经报名。”但我说实在话，因为我们都大概40多岁，40多岁其实追一个。梦，我觉得也要谢谢我们的家人们成全我们去追梦。今天5点就起床，好、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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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泰座们，哎、欸，感谢泰座。好，今天谢谢，我们就期待下礼拜放榜，一起出国那一天。对啊，期待，谢谢 Ben 哥，没没没，多加七八九十只，二三十，呸呸呸。好，谢谢大家 ，Skate，Skate。